天呐！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啊，回重庆了，终于回重庆了。然后简简单单烧了两个菜，这是青菜如丝拿来炒的，然后这是烧了一个红烧茄子，稍微加一丢丢碎末进去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嗦，先来一筷子。还可以，这味道。这个盖饭肯定很香。这个汤汁真的是灵魂，白呀！哇！满满一锅饭，来一口。不得不说，还是感觉重庆、四川这边的菜适合我的胃口，直接拌起来好啊！天呐！好香啊！哎呀，现在要是来一根蒜，真的是直接升天了，但是家里面没得呀。哇，下次想看我吃啥子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